金曲三三特别企划，最佳新人入围的有这七位，都看过或听过吗？我只有看过许光汉，许光汉啊，许光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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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个男生一个人的，一个人的男生，这个叫胖皮耶，许光汉吗？这个是不是有点机会？对，除了许光汉还有谁吗？没有。你觉得雷琴会有机会吗？我觉得他不会。我觉得当代电影大师真的蛮厉害的。柯拉奇，我 all in 柯拉奇。我觉得中卡兰感觉蛮有料的。许愿为什么？为啥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他。大家记得今年的7月2号，金曲33晚上7点，一定要打开电视准时收看，关注。